無駄な抵抗はやめな。必ず。我が名はアイリーン。この槍で皆のために戦お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来吧。今天是11月21号，好，接着来问我们的七骑士。因为最近每次都会先看别的东西嘛，所以就主线玩的比较慢。好，我们的恨み、思い知れ、死ね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三天召唤支援活动。好像有活动哦。法案一定是到信箱里面嘛，给我们奖励啊。谢离。这什么东西？召唤卷，装备召唤卷，死抽。这刚刚的。好，来吧，继续追那个追杀那个谁啊？猪猪。昨天玩完就下线了啊，都没有挂机。所以现在等级24、25左右哦，我有稍微刷一下副本，然后练到25的。一样，今天主要是也是跑剧情哦，跑主线任务。好，信箱里面有一些 tip。欸，猪猪是人类吧？野蛮族为什么听他的话？拿他用那个蝎子钥匙哦，把门打开了。大地の神よ、あなたの崇高なる意志を断ち切ろうとする邪悪なやたらだ。いやはや、どうやらとんでもないやつを呼び出そうとしているみたいですね。くそ、呼び出される前に止めるぞ。急げ。我々は最後まで戦う。好，野蛮族是好人啊，我们是坏人。貴様らを食い止める。野蛮族がここまであいつに従うなんて。それが。升级任务好友，好友可以送好友。好，现在已经有45个好友了。逃がせば、より多くの野蛮族が押し寄せてくるはずです。全員やつらを止めろ。神圣的革命名义。击杀修德拉解放军15个。待会应该是 BOSS 战吧 ？BOSS 战之后第四章就玩完了，应该是啊，就要去第五章了。好，我今天玩起来应该是第12天还是第13天嘛，也就是说游戏时间还不到10小时。击杀这个巨大蝎子盖之盾，他召唤蝎子出来了，沙漠的守护者。喉咙不太舒服。好，倒个水喝。我主要现在时间是4点多，早上快4点了啦。你们在左下角应该有看到时间。好，这边刚刚都在录别的游戏，研究别的游戏。那这款游戏目前为止不太需要研究嘛，就看剧情挂机。算是比较轻松的 MMO 吧，你也不太需要跟人家比较啊。如果这阵子你玩的那个天堂 W， 应该是很可怕吧？那个游戏要氪金。可能氪几百万都不够吧。如果想当强者的话，因为天堂的设定就是要杀人啊、砍人啊、猛战啊、成战啊。那有一些攀比的心态嘛，我要比你强，我要氪的比你多，
那就会花很多钱。好，继续朝着圣都卡尼亚前进。这一关的那个 BOSS 怎么一下就死掉了、啊？我都没发现他就死掉了。然后结局是什么啊？哎，我没看到结局耶，他在这里。那要去下一站了，是不是？故事已经结束了、哦。他被我们抓了吗？哦，真的抓到他了，活捉猪猪。你们被骗了，对，我们被骗了，我知道我们被骗了。主角笨笨的啊。さあ、着きましたよ。え、ここ？何もないよ。聖なる光よ。这个梅丽莎到底是不是坏人，还是他还是不知道、啊？目に見えるものだけが真実とは限らないのですよ。哇，走路屁股还会抖动哎，还会这样子左右摆臀。好，第四章过了，第五章。反正你可以一直顺顺的玩到十一章吧。上次有网友给我留言说他已经打到十一章了。光的影子，第五章，你看他走路一直摆臀欸，有个会动的，别人也没他那么会动啊。他制作他的模组的时候，把他骨架弄得很大力，这样是不是？你看，偉大なる聖女の都市。刚刚他嘴巴动，然后没语音，我吓到，我也没语音哎、欸，因为是日文的啦，日文跟英文那个配音口型不太一样吧，有时候那个出声音的那个节奏不太一样。你们干嘛？看到什么东西那么惊讶？就一个欧风啊！好，前往大教堂，这边应该不会又要战斗了吧？见主教是不是？永遠的レディ、ヤイリン。ほら、あの子が噂の。聖女カリン様の再臨って。所以聖女卡琳。我们这只是聖女卡琳啊。但是他是我们送的角色，所以他不会有剧情，目前没有剧情，都没有他嘛。ヤイリン也是我那个抽的嘛，所以也没有他。因为我现在没有用主角那些人。好，主教，一个老先生。そなたに治癒を。お元気そうで何よりです、司祭メリッサ。そなたに奇跡を。司教様、ただいま戻りました。この少女が奇跡の子です。おお、この子が。そなたにカリン様のご加護があらんこと。私たちはルディを探しているんです。聖女会にも協力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？哦，あなたが連ですね。安心なさい。这是他女儿吗？コゼットが協力してくれるでしょう。カルニアへようこそ、皆様。他女儿是小萝莉，然后他是老先生。那他会不会是生化人呢、啊？他声音有点像那个机械人，那种机械声音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他刚对那个卫兵讲话很凶嘛，然后这边马上又笑脸迎人，笑脸迎人。用意はできたか？計画通り、黒の司祭団に準備をさせておきました。好，你要暗自祭司，他们应该是反派吧？有一些阴谋在。主線卡尼亚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真的要战斗？狂热信徒哦。何ですか、あなたたち。フィネ、あんたたち、何するのよ。所以那个フィネ可能就是圣女的转世吗？转身吗？
圣女就是我们这一只嘛，圣女卡琳，光之圣女卡琳的转身吗？我不知道，感觉现在是这个节奏啊。カルニアって聖女の都市なんでしょ？どうしてこんな連中が暴れ回ってるの？わかりません。これは一体、レン、誰か。好沉真。見られています。先ほどの襲撃は始まりに過ぎません。私についてきてください。コゼット様。对啊，你看他是人偶哎，你看他关节这边。説明している時間はありません。敵が襲撃してくる前に早く移動しましょう。悪いオーラは感じませんが、レンどうしますか？ずっとここにい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から、とりあえずついていこう。好，继续。刚才感觉就是一个 AI 人偶啊。你看他跑好快啊，他在我们前面，他已经在这儿。他叫寇杰特。这边还是沙漠啊，感觉是在沙漠哎、欸。就是你要变强的话，就要刷强化死吧，然后把你武器强化。幻想森林影片，这边有什么实验啊？这个有点恐怖啊，有点像女巫是不是？还是魔女、啊？当敌人打下攻击，受到伤害量会减少哦。好，然后嘞，这个盾破了，可以增加自身的武士防御，打他，防御较高的目标可以展现强悍一点。就敌人这个有一个这个啦，隔挡的一个 buff 吧。然后解释刚刚那个角色可能有破防的一些技能吧。止まってください。森は危険です。誰も通すなと司教様から仰せつかっております。欸、主教的女在这里、欸。私が責任を取るので通してください。たとえ司祭メリッサ様であろうとも、主教様のご命令に背く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どうかお引き取りください。仕事熱心な軍人だね。ケイド、お前も昔はああだったのか？ルーキー、ふざけるな。奴らこのままでは攻撃し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。改めてお願いします。私たちを通してください。なりません。それ以上近づいた場合、力ずくで取り押さえます。这么不讲理呀、啊！最後の警告です。有没有？这边因为根据故事会用这个，就这个角色。目标设定，攻击を開始します。寇杰特就是第四章、第五章的那个引导者嘛。上一章的引导者是那个昂利，是不是？拿看一下哦、喔。他这个每一个章节都会有一个引导者啦。这只嘛，昂利嘛，然后再上一张是一个，我忘记他叫什么了，一个解决师，一个女生嘛。然后之前还有这几只妖精嘛，这个巡礼者，反正都会有一个引导者。那在早期的引导者应该是这个嘛，塞莲娜还有那个这只吧，梅丽莎吧。一开始我对他们都不认识嘛，都会有一个引导在那引导，然后会发布任务干嘛的。我们不用再像以前 MMO 你要回到村庄去回任务干嘛的，然后进行那个剧情，那没有，就边战斗边看剧情，边看对话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没有肉盾，所以现在肉盾变成那个赛鹰，所以赛鹰会受伤。你可以自己变换啦，就是爬一些肉盾，奶妈肉盾嘛。コゼット様、おやめください。司教様がお怒り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。目標再設定。攻撃を開始します。寇杰特、不知道是什么类别的、什么位阶的。俺たちはルリーを探しに来ただけだってのに。好奇的话可以去看图鉴。危険な状況に巻き込んでしまってごめんなさい。找一下好了，找英雄。我们这边应该可以看到吧？でも今回の件が一段落すれば、
またルディを探せるよね。伊莲娜之剑，寇杰特射手型哦，他输出型的吧？好，这边都是输出型的。あれなんだろう？何かの祭壇みたいだけど。あれは闇の神ネストラの石像。黑暗之神雷斯特拉。どうしてあんなものがこの神聖な森に？何者だ？魔女の連中だ。魔女を生贄に捧げよう。神聖な祭壇を汚すとは。好，所以他们这边也是有一些反派啊。哎，没事做的话，穿戴一下。结果都，我这个可以升一下。反正已经是绿装嘛，那白装就是分解啊。好的，都没有用，没有用就把它分解吧。普通的把它分解，普通的强化石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到高级的欸。强化看看，这个比他强化装备还要高级。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ただで済むと思っているのか。エレナに使える愚か者ども。所以我们是伊莲娜的这一方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们是什么雷斯什么的，就两个派系，就对。圣女会有两个派系。信じられません。白の司祭団がいるのに、そんなことできるはずが。他表情做得不错啦，有把那个感情给做出来。そんな。あそこは重罪を犯した者が閉じ込められる場所ですよ。地下牢獄を目指しましょう。そこに囚われている私の仲間たちの元に向かうのです。好，跟着这个寇杰特移动。他拿枪嘛，虽然他是射手。我们刚才没看完，我们继续看一下。他在这边而已。因为英雄才46只啊，你玩着玩着你都会认识啊，而且有些是重复的，是他那个前面这个称号不一样。好，必杀，单体的，然后这个是给自身的连击率增加，然后这个是无视防御，刚刚我说嘛，他可以无视防御，然后让他回血比较难回血吧。无视防御这边有一些效果。神圣追击大。好，就是一个输出角。哇哇哇哇！你死掉了。哦，濒临死亡，濒临死亡。哦，他是改造人啊，我还以为是 AI。論理回路を備えさせました。聖女会とカルニアが危機に瀕した時、日本声音真的很厉害哦。这个配音真的很赞。それが間もなく地下牢獄に到着します。他们没有看到游戏画面，他只是对那个台词去揣摩那个感情。当然那个有特效过啊，他做的好像机械音这样，电子音有没有 AI 电子音？我应该是还没有加入工会啊。加入工会的话，有工会 buff 嘛，好像可以花工会的什么贡献度吧，或者什么东西，然后就可以增加攻击力啊、防御率啊、血量啊这些东西吧。我来看一下工会，工会，工会，工会。有没有？我没有工会。申请加入都要会长啊，哪有那么多会长啊？欸，上线哦。好，自己创一个吧，呵呵，自己创一个。
找不到工会又自己创啊，没办法。哎，自己创工会不知道要什么，会不会要红宝石啊？有游戏创工会的话需要币啊。哦，五万而已，那还好，自己创一个，自由加入。我来创建一个好了。哇，这个输入法很烂啊，复制贴上算了。待会再来创好了，有空再创。殺伐とした場所ね。このような場所に聖職者たちを監禁するなんて、まさか聖女会がこんなことをすると。就内部分身嘛，分两派啊，然后输的那一派就被抓起来关了，就监禁起来。他为什么一直觉得不可能？梅丽莎的决心。哇，这个镜头这样子切，好，这边有个，我看一下哦，工会，无所属工会。那为什么刚刚有两个啊？是我被踢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连加入都没加入吧。啊，今天那个地图都没有领，应该说我每天都没有领吧。不是很在意啊，不是很在意。次はもっといいものを拾っ。好，就是塞莲娜哦，塞莲娜被抓是不是？早くここから出して、セレナ様。塞莲娜被抓了，我们塞莲娜在这里，但是这个他不是真的角色，他是我用的角色，在剧情中他已经离开我们。なぜこんなところに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んですか？全部メリッサのせいよ。司教に破烂书信なんて言うからでしょ？我觉得这个塞莲娜脸型还 OK 啊，但是她好像会画一些小雀斑呢、啊，让她更接近人的皮肤这样。破壊氷から作り出した麻薬なの。それを使ってみんなを操っていたのよ。破壊石ですって。そんな力をむやみに使えば恐ろし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。这不是上起那个圣水吗？従者が言っていたのは本当のこと。就控制人民嘛，人们。这里好像是什么决斗场还是竞技场啊？何の声だろう？闘技場よ。斗技场。解放軍のリーダーを捕まえてきて。哦，那个猪猪被抓了吧？解放軍のリーダーって従者。猪猪，我姐有一个朋友叫猪猪，所以我一听到他叫猪猪，就是猪猪。但是人家那个叫猪猪，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猪嘛，什么什么猪，什么什么猪，玉字旁那个猪啊，不是那个猪八戒的猪。好，用它，我本来就用它啦，我本来就用它，只是它这边是金汤，是角色，剧情角色。他那个让你变更，应该是说你可以看你要不要用坦克啊，或者什么的输出。就我们上一张抓回来猪猪，现在肯定要去救他了吧？要去救他，因为我们知道阴谋了嘛。主角知道阴谋了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侵入者を取り押さえろ。敵の数が多すぎるわ。他に道はないの？闘技場へ向かうには。この道を通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。寇杰特。突破するしかないわね。哇，撑不住了！我们塞音不够弹啊！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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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塞音不弹啊！隠遁の剣士、誰のこと？因为塞音给我感觉有点像刺客。そうなの？隠遁の剣士。隐居的剑士。なんだか訳ありっぽい名前ね。反正我们最终是要先找到陆地啊，陆地不知道在哪一张才会出来。再玩一下，再玩一小关，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有快30分钟了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斗技场。猪猪感觉是法师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他刚一开始出场是召唤蝎子嘛，所以感觉他是有点像召唤师的那种法师，他是一个法杖。啊，
この生き方やろうやっちゃえ。教徒观众。哎呦，我有这个观众怎么讲话那么邪恶啊？配音好邪恶啊！我真的有点难打啦，没有之前那么好打了。可能我要练个肉盾啊，坦克，不要动输出脚了，不然再会越来越难打。愛してたあげるら。好，塞音。为什么用塞音跟那个雅伊琳？因为他们是七骑士啊。上一代七骑士。誤解していたようです。あなたの言うことを信じるべきでした。今さら何を言っている？废话。お前たちのせいで。你现在还说？多くの人々が犠牲になった。你看他表情，生气的表情，我做出来了。間違いはやり直せない。だけどこれ以上の犠牲は防ぎたいの。私たちにチャンスをちょうだい。好，原谅你的，胸部还蛮大的，也不能说大啦，至少有袒胸一下。欸，这游戏应该也是给男生玩的，你看，全部都用女角。对，全部都用女角。所以我就不想用坦克啊，坦克男角不想用。我们那个陈真是不是坦克啊？防御型来看一下，这两只而已啊，我们就这两只。男生是防御角，防御型。好可怕哦！哇，这个人偶啊，人偶小妹妹。他的武器变大炮了，哇，这么帅！发射飞弹，排除完了。人偶小妹妹，这个主教真是。寇杰特终于逃出你的魔爪啦，这个老 baby。好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27分钟，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哦，一样，我就待会自己跑一下那些副本啊，然后创个工会，创个工会，自己创个工会，然后自由加入。这个圣水其实就是那个香水嘛，一种毒品吧，我在想，可以控制人的思想。好，完成地牢大逃脱，圣水的真相，我们下一节再来玩。下一期再来玩。战斗力。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